奇怪的医生又增长啦，每晚20点准时更新，小伙伴们不见不散啦。现在是九五版本通关教程第15期视频，2-5关卡是敲僵尸的关卡，医生的通关技巧是把3-4路墓碑全部清除，只留下1路和5路，然后种植土豆雷提高容错率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挑战成功了。小花生们怎么看呢？Thank you.